普陀耶，哔哔哩耶，罗那谨墀，毗梨舍尼罗，婆耶摩诃。希望你们多多的把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大地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念经、念心经、念大悲咒，台长就开心了，以后就不会啊临时抱佛脚了。你们好好的努力啊。好好的改变自己，其实人就在改变当中，你接触好人你就变得越来越好，你接触坏人变得越来越坏，你接触菩萨你像菩萨，你接触善良的人你就会越来越善良，你们其实本性都很好，你们都有佛缘，台长已经讲了有缘人才会来，所以你们都是跟菩萨有缘的人，希望你们真的好好努力，台长再一次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啊，弘法精进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